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风扇呢，其实是没有轮子的。当我们推的时候呢，有些人会将个地上粘住，很难推的，又要发出个声音，很简单。我们的拖地沙的给小孩子玩的东西就是那块东西了，啊，我适合它的大小，不用完全完美了。然后呢，这样都放在这边，第一容易推，第二就不会吵住到楼下。那然后这样的放上去，很容易，很简单的，这你看，你看，那啊，移来移去啊，对不对？哇！很方便，好用啦。OK， 这些就借你了，拜拜。